做一支迷你的 ATM 取款机，教你简单几步做一支能存能取的 ATM 机。准备一个盒子，用现成的或者自己做的都可以。拿一张纸条，像这样折成一个凹字形，跟盒子的宽度是一样的。装入盒子，粘好固定，盖上盖子。在上面和侧面凹字形的位置开上一条缝，在盒子的下方开上一个门，装上一张纸，做成斜斜的滑梯，方便取款的滑出来哦。一张纸板放入侧面，做成取款卡。最后只要装饰一下 ATM 取款机就制作完成了。玩法很简单，从上方存入，插入卡片取出，可以把它看作一只能存能取的存钱罐。制作非常简单，而且很好玩哦。